这种代志是一天两天啦，吼、哦，咱今阿伯拢是当作伟大的妈妈的，所以我送你一句话，就是爱坚强。谢谢啦。以前的法院在看这个案件的时候，无鉴定吼，啊，无我都去了解吼，迄、那个请到底啥人开的吼，啊，无满拢咱镇静子，请顶头无业绩无吼，啊，用请求的方式，用讲的，用拍的，啊，去做一寡不熟悉的这个内容的罪名吼，啊，用那个来定义的罪吼，想到错了，吼，想到错，这是条人命的代志，这不讲小可代志吼。那高人嘛要安尼啊。讲较侪哩吼，啊，阮厝边隔壁拢安那讲了，啊，你若莫恁这个囝安尼吼，哦，你足好命，你也无免咱朝阮栽培，啊，恁若朝阮这个囝仔娘都无朝阮耍。恁一年岁，恁先赶紧帮忙，才有机会无干活，恁家太好。这个案件已经引起真侪人的关心嘛啦吼，啊，其实这是你会使讲是咱台湾人的良心啦吼，就是讲有种，这不是讲是人一地的问题。哦，是讲啊，我结合这证证明者，这整个国家的，咱的法院更加有权，就是无权，同安讲，更加有权都无。